棋不定，到底应该怎么继续？如果想要一点惊喜，是否真的难以言喻？我努力还没够，他们总是所求自以为是的要求，听不到的那些苛求总是让你感到生疏，不如自己躲在角落里面，没人看到我。爱别人眼中我是依赖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同学聚会，每天撕下厚重的面具，只剩疲惫。耳边总有窃窃私语，可你就是听不清。街外有人朝你挥手，但你总是视而不见。